位巨星马上就要出场了，他是足够让全场的沸点达到最高。大家知道他不光是歌舞了得叱咤华语乐团多年，而且他永远都能够站在青春的潮头。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巨星究竟是谁，一起来看大屏幕。他是引领华语流行乐潮流指标的百变歌后，她是连续三年蝉联最高销量的女歌手，她是风靡国际舞台的亚洲舞娘。她就是蔡依林。朋友们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蔡依林。半夜一点的午夜，浪荡睡前美，清晨每天等完人登场，平常大会，六零年代欧洲前卫地下导演堂会，九零年代偶像不出现，你我是拥抱会，零下五十度，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，撒哈拉酷热绝对崩溃，谁都讨厌。台下很多观众都跟我说啊，就像你歌词里面唱的那样，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也就是九零，不管唱什么歌，跳什么舞，怎么唱怎么跳都喜欢。而且我听你刚才在唱的时候，又听邓璐在说，我突然觉得这既是九零在唱自己，今天这个晚会其实也在唱我们各位在座的微商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可以做呀。对啊，哲林，先用你自己特有的方式，除了歌声之外，向我们全场的微商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
大家好吗？我刚刚在后台已经听到大家那个活力十足了，所以待会大家如果想要唱歌可以再唱更大声一点好不好？哎，九莉，我觉得今天虽然已经是冬季了，但是九莉每次一出场的时候都给大家带来一种怦然心动的，就像夏日里的灿烂阳光，谢谢，那样热烈的感觉啊。谢谢。其实大家熟悉和喜欢九莉的朋友一定会知道，她是一个歌唱达人、舞蹈达人、健身达人，同时还是个体操达人。咱们这样教一教我们全场的微商朋友一个简单一点的动作好不好？就他们如果也像你一样能够保持这样的青春活力、好的体型和状态的话，你觉得哪个动作是可以他们今天晚上回去就慢慢学的？我觉得有一些站着啊或是在爬楼梯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你要注意你的姿势，就是腹部要用力，其实就会算是每一天的微运动。比如说即便是你坐着，你也不要塌着坐，你可能就是挺着坐，都有可能会用到你的腹肌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平常，对对对，平常应该要注意的。徐老师一直都说他要练八块腹肌，算了吧。我能够把我这点肚子能消下去，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对，但是说到这儿，我在想有一个问题问一下九令啊。听说呢，前一阵你的朋友圈刷爆，是因为你做了一款什么蛋糕，而且还得了英国的什么金奖。对，有这回事吗？有。哎，告诉我怎么做到的？花了很多精力跟时间投入在做，就是挑战自己的极限啦。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玩，然后过了那个关卡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。我觉得我就是在追求这个让自己进步的那个原动力。不光是在艺术的道路上，在其他很多生活情绪上你都可以做到极致，能够拿到金奖。对，谢谢。所以经常有粉丝说 Jolie 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美女，其实大家看到她跟我们微商人的精神一样，就追求工作360度无死角，这种坚持也成就了 Jolie 和大家的今天，对不对？哎， Jolie 你看现场有好多粉丝，他们都举出了亮牌，都是很多喜欢 Jolie 的微商朋友。哎呀，这已经变成 Jolie 的专场了吗？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邀请 Jolie 与我们一起分享舞台的精彩，大家说好吗？好，来，舞台再一次交给 Jolie， 掌声响起来。谢谢。接下来带来倒带这首歌。
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需要动用到你们的手，这首歌跟着我一起跟着节奏，日不落可以再唱大声一点好不好，有荧光棒的人把手举起来好吗，唱好吗？